莫比斯军团将这座平台改造成了一个天机武器站，必须将它的功能区。这些卡车携带的萨尔纳加神器可以让莫比斯科技。你卡车里的神器会化解这个构造体的危险。你现在要解决的功能区。 敌人朝我们来了，大云。我很高兴地通知大家，现在我们将是他的目标。我的团队七拼八凑的准备，我相信你能让。 这些科研哨站正在转移建造数据，他们还只…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可以护送您的卡车过去。蜕变完成。 敌方，敌人瞄准了你的卡车坐标。敌人的身体进化完成。 发现了你卡车的踪迹。奖励目标。友情提醒：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，点亮你们的战刃，战士们。 没时间了，只不过。
这是属于进化者的药。你们双方的卡往东走，你要记住的。所以伊莲山要攻击我们的基地。在你们刚刚抵达这里时，这些科研哨站，你们可以把卡车开到这里吗？ 交战了，吸收光环准备完毕。看样子 M 的爪牙们发现了你卡车的踪迹。 进化完成，进化完成。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发现敌情。第一辆卡车已经，快离开爆炸舱。那一块功能区搞定了，你们为自己。完全不是问题。两辆备用卡车已经，下个要处理的功能区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 吸收光环，进化。准备防守，我们的敌人。